桃园是国门之都，台北、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都地下化，桃园没有理由接受高价化。那事实上，目前包括进度只做到临时轨道，那么即使要地下化，也是要临时轨道工程，所以目前要推动地下化，在时间上都来得及。那如果只是因为几百亿的预算，那因此哦，对桃园哦，就采取高价化的模式，不公平。桃园一年上缴的税收超过1800亿，那么远远超过铁路地下化所需的预算。那么我们认为，对桃园要公平一点，我们还是要坚持哦，地下化要坚持哦，地下化要坚持哦，地下化。我会要求中央重新针对地下化、高价化的问题做非常务实、非常彻底的讨论。等到这个讨论完成之后，我们再来确定是否要预算。